哎，陈兄弟，那个一路车能到菊花村吗？一路可以到，可以到。我中途要转一趟车。哦，你在金碧路下车，转五路就到了。哦、谢谢啊，不用客气，再见。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电话，王总？是的。喂，王总，放心，文件做好了哈、啊，按时按时。哎，对对对，我马上到。好、啊、好好，再见，王总啊，一会儿见。啊，谢谢啊。天，我的电话呢？不应该啊。咋？咋了？电话又被别人偷了。这个月都两回了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好好到了，谁叫茅台？谁叫茅台？我，快，你前女友的电话啊！快，前女友打来了。哦哦，喂，你说什么那么多？啊，电话被别人偷了，真是气人。喂，你找谁？妹爷，我不知道他住哪儿，你说。啊，好，行，好，啊，我还有事呢，嗯，有，哎，快，哎，好，我还有事呢，喂，腿，好，稍等啊，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总是麻烦别人不好啊，好，行，我换个新电话给你打过去啊，好，再见，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哎，谢谢，好，没事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马上送过来。喂，啊，你说他住在哪儿？我给他送过去。喂，啊，不租房子，贷款啊？什么贷款？不要贷款。喂，你好，不，他手机在我这儿。你说，我给他送过去。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喂，你把钱放到我指定的位置，我会派人去拿。老三，老四，干嘛去？尿尿。老大，100万，四个人分，一人25万，两个人分，一人50万。这样不好吧？我是大哥，下不了手。大哥，等一下。大哥、二哥平时怎么对你？我平时怎么对你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老三没有枪，构不成什么威胁。钱一到手，我再把老四干。好啊。一会儿拿到钱了，别回来，找个地方藏起来。给我发信息，老弟带你远走，好吧？好，去吧。记得啊，拿到钱了，给我发信息啊。看到那个红色垃圾盒，你把钱放那，我会派人去拿。我警告你，如果我看到警察的话，我立马撕票，明白了吗？
兄弟们，咱们的好日子总算是来了。大哥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少一个人可以多分一分钱，不对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二哥，咱把钱分了吧。我要一百。小朋友，走，叔叔给你买糖吃，你走。不用了。为啥？我有零花钱。你个小朋友，你能有多少零花钱？叔叔刚发的工资啊，你看好，1000块，给你买最贵的糖，走。但是我真有钱。你能有多少啊？8000。儿子，干嘛呢？啊？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有事吗？没有，我问你给他买糖吃了，看看。吃什么糖？糖不健康，咱别吃糖啊！不吃，走，陪爸去买车去。兰博基尼还是法拉利啊？法拉利啊，好，法拉利。哎呀，不就买个车模型了？我这工资我攒50年，我怎么也买辆桑塔纳？我告诉你，还法拉利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，这个是2017年最新款，我早就喜欢上了，现在终于出了。这个是2017年的新款包包，很多顾客都很喜欢。您真是有眼光啊！多少钱？现在是12988元，新款上架不打折。其实把这个包包的实用性也不是特别好，买回去了也是鸡肋。这些年我也没送过球球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他生日快到了，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包送给他。衣服还没收起呢，就下起了雨。四周穿起厚厚的毛衣，拥挤的雨伞湿衣，真实的脚底，倒叙播放的影片全都是你。是什么天气让我遇见你？清凉的微笑随风轻轻藏起，却遥不可及。是什么天气让我喂，球球。喂，老公。我做了好多菜，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那个。我今天加班，不能过来陪你吃饭啊。要加班是吧？哦，没事，你先忙你的，我在家等你就行了。哎，好，再见。
亲爱的，我回来啦。哎，你不是要加班吗？我今天拼了命的赶完报表，要不然更晚才能回来呢。惊喜吧。啊，我也有个惊喜要给你。真的吗？生日快乐。谢谢亲爱的。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包，所以买来送你。偷偷的啊，谢谢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喂，马总。很抱歉啊，今天我就不能跟您一起吃饭了，我男朋友还在家等我呢。还有您送我的包包。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。小姐，明明很喜欢这款包包，为什么两个都要退呢？是这样的，我男朋友很爱我，但是他不是挺有钱，我觉得他有这份心就足够了。至于另外一个嘛，要得到他付出的代价比他本身价值昂贵。小姐，对不起，这两个包包都不能退。为什么？高仿。怎么可能？这明明都是一样的。高仿，肯定不是从我们店里买的。喂，萝卜头，分手。给我来一个。还是这个款式吗？对。12988。刷。短陈翔六点半。